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叫三单开合功。这个三单开合功，主要是在我们这一次的练习中啊，很简单的来练练这个形，它是用来呢增加这个呼吸的功能的。我们先说这个单呢，就是简单的说，就是这个小肚子吧。练的时候呢，这样开，在这个位置，两个手这样开，开的时候呢吸气，让肚子往里吸，变小啊，贴在后。 背上要做这个动作，开满之后吸完，慢慢的放松，再呼吸，让肚子呢出来，收在这儿来，吸要吸要长，均匀，呼，吸和呼都是要用鼻子，如果你能分得开的话，吸是用鼻子，呼是用口，但是你要觉得很困难，那就直接全部闭上嘴。 特别我们现在呢，有关这个病毒的问题，我建议大家直接只用鼻子来做这个动作。哎，大致的动作是这样的：呼，吸，呼。好，我给大家演示一遍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练九次，这一遍是练九次的。 九，练完九以后，自然的把脚收回来，两手放松，然后做收功，就也就是说把心静下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两个手呢放在丹田这个位置，静静的站一下，等到你的呼吸调匀了就可以了。